现在好像还没有看到东极的字样。以前好像也没有很强调，因为好像都讲它不能解锁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
四点以前他可能就发车，还有就是他的车程真的没那么久，早上也是提早到，他是故意刚你估比较晚，早上也大概九点快二十了吧，十分就到了，十分还是十五分？那你说原定时间，原定时间是三十分还是四十分到呢？他好像就是估五十还是一小时这样，我记得这已经算是最远的了。没有，明天去有我的条件，就是明天去缆车不会停驶的地方。但是我们预约又是在一早就预约，就很尴尬。不是一早，昨天早上，我们昨天就预约这样。而且八点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公布吗？还是他说八点就说哦，今天缆车不开哦什么？对，那就赶快去跟旅馆讲，不要换。不一定，我觉得以这个旅馆来说，搞不好他会主动跟你讲说，哎、欸，那个，你要不要换去别的地方这样？你觉得旅馆这么贴心吗？是要讲这个吗？我觉得会有，毕竟他的这个主打服务就很那个啊，就载你去各个雪场，你载我去一个缆车都不会动的地方要干嘛？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他应该不会那么缺德，就我管你，我载到就好了。那就不是奸诈，就是一个人预约猫魔，说你要去猫魔。这是放水的东西，那只是草而已。我以为有人东西掉。我们就一个人说要去猫魔，一个人说要去怪兽，也奸诈。对，然后后来才说啊。他一个人哦，你是说那个车子一定会开就对了？对，我怕他没有，就说今天车不开，然后到时候就说啊，我还是去猫魔好了这样，就是我还是去 Great Depot 好。那你这样搞不好害一个司机白白的说，哎、欸，今天其实不用开车啊，就都很难讲。对啊。有的时候啊，这个车子停着摇晃的时候，我都会有一种错觉，觉得这个车子在倒退路。有点懵，但好像也还可以。那你就下面的左边，但是我觉得啊，
你往前五公尺停着，我拍。都来。往这边拍不会懒。先下去哦，直的。蒙蒙的。现在脱手套竟然会觉得有点冷、欸。对，我都岔死了，我中间一步停不下来，差点要飞起来了。头要往前啊！我已经身体往后了，所以就一路冲到这里才停。我的 pose 大概就是像这样，好像这样这样，看起来就像是一步。快干什么？就来不及啦、啊！不行，就停下来啊！要停下来，就是你要用那个力，用那个力又怕说用力过猛会怎样。就是不勉强停下来。我刚刚说好要拖一拖，这里你叫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我不是要来这里，我是到这里才终于停下来吧，都快猝死了。你跑那么快干嘛？就是很快啊。我是随时都可以停车的。没有，我中间快到一个地步，我就觉得啊，有一点算了算了。而且我觉得这里学到有个特性，就是。随时随地啊，左右不平均，又一边高一边低，就我左脚用的很少，我都用右脚。你说用右脚刹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右脚滑过去比较多。什么叫用右脚滑过去？啊？左脚可能一比三。用右脚滑，那就是用右脚刹吗？刹是说滑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右脚的比例很少。很少。人啊，走啦。走啊。你要休息吗？我。如果你真的要讲时速，我看我刚的时速就岔死了。那你又没有弄？有啊，我回去整理影片，那就会变出时速啦。哦，好啊，就吓死。你要等他们过了，你才要走还是？不用啊，就走了啊。
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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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个人都没力。勉强啊，可以。就我不强求今天要滑多少。今天会好雪的耶。明天会更好。明天会看见路。但是我今天这样也有一点惊险。你说你没办法看路。这就是我这边都滑得好像看不见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有看过。我都已经。那你刚才有人在等我的时候，我下来。看没有啊，我还在喘气啊。缺点的坏处的话，就是比较花大腿力气，就只是这样。刚没有感觉。啊，我们这个就是刚不是我觉得酸的，我只是发现哦，我姿势可能会不好看，因为我头很前面，然后屁股好像很应该不一定哦，搞不好你是做出来姿势是很漂亮。那你看也不看我啊？我觉得我在喘，而且我是面向右边，面对雪道的尽头，这样不好往上看。手举高高的失控状态，那就不要冲那么快，就想办法，你就先稳住再说啊。你怎么可以让自己弄到那种危险的状态？不过还好啊，那个并没有快到那么夸张，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一次你二四股那么快。二四股的。你二四股自己说我要去造房子啊，累死了。那个事情真的是晚上的冰，好不好？那很可怕，好不好？觉得我看到被子，我停不下来了。那个你当时有帮我算我尺寸多少吗？不知道，你现在再去看影片啊。这边其实才40，然后很紧张。也有可能，因为是晚上，晚上会有放快的速度感。晚上很恐怖，又冷。
鞋子热乎哦，哇，超好穿的、欸。手套是不是也热？手套，嗯。重点是我们的鞋子是越热越好穿。我们应该把另外一双手套放在背包里。你说手套放在背包里？手套啊，放在背包。你有现在觉得手背吗？不是，我只是怕说万一太冷了、哦。这个对啊，这个的确。今天是最冷的一天，而且还有大风。因为这天它湿成这样子，就我又有点不想戴它。我可以戴，我只是我要回去，我要试试看我戴的另外一个手套，我戴不戴得进去这一步。两层哦。超暖的，我觉得不大行。有点热的时候，里面就大冒汗，而且会冒汗过以后就脱不下来，穿不进去，因为湿湿的，摩擦力超大，里面太紧。就有人呼吁，请多去金泽玩。对，我就是要问你说，你是觉得这时候要去金泽吗？哪个时候？现在这种时候。冬天去金泽能干嘛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说，我是说，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，我是说，人家发生震灾，那到底这时候要去那个？有啊，那人家就鼓励去，是石川的县长说的吗？对，他说请多去这些，他说他就画了个图说。那里那里是严重，那里那里是轻。那里那里不要去，但是其他地方希望你们还是来。对，就是说下到那个山区，他很多灾区的人的住灾区的人的，他工作就是跑到那里去，金泽去、嗯。所以他说这样子有助于什么什么，他说鼓励请大家多多来。嗯、因为有的人就有疑虑，他、啊、连金泽的给他取消。因为像取消，玻璃他们抽到那个。然后他们就是说啊，正灾，人家正灾，这样到底要不要去？就取消，结果取消又害人家生意更差。嗯、然后现场就说不要取消啊，你们都来这边玩。那我先，也不行啊，我是要从下面看才看的比较对。我看看哦、喔，我慢慢下。哎，不是慢慢下，但是它的摩擦。对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转个半弯。我跟你说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转过来。对啊，好啊，来啊。我觉得我在翘屁股。你没有，你做的是很标准的侧。你坐的姿势很标准呢、欸。
你做得很好呢，你没有翘屁股，很翘哎，你没有翘屁股，真的吗？你没有，我觉得我是这样在滑的。我就说，我之前不都跟你讲，说自以为跟实际上，你比你想象中的还不翘屁股。好像在那里了吧？我不知道，你先去啊。不知道，总之先这里，我觉得这里好像不错呢。你不要动哦，你不要再滑了，不要动了，不要拍到这招，就是不会拍到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可以了，好了 ，iPhone 再来，你等我。就是小转啊，你看他的下半身是渐渐转过去那种感觉。好，他很稳定。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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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好，都有拍到哈、哦。有啊。那要去那三角形。你先去，我不知道你在讲哪里。嗯。收去哪里？哪里？好难站啊，这边好难站。比较陡啊。要去前面那边。你要横切进去吗？因为这里很松呢，但是这里下去要小心，这里下去要小心，就是回到雪道上的地方要小心。这里可以啊，但是我每次拍你都是往左站呢。你要试吗？其实一下就停下来了。哟，那就是我说危险的地方。哇，超小。好，这里差不多，不过我等人走吧。阿六。没有，再等一下，我再等到全空。对啊，算了，先一张。喂，好。喂，好。喂，好。好，那换 iPhone。没有，再来一次。现在已经连点都没有了。好。我在角落哈。对，好。好。好，换 iPhone， 快点，快点，我怕我们来不及了。啊，现在是几点？来不及。三点十分一定来得及到四点到的、啊，对，现在三点十分，来一杯，再来一个，快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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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完 ，iPhone 拍得很鲜艳哎 ，iPhone 拍起来很鲜艳，好、啊，可以啦，
不用。那你下次拍我的姿势。哦，好啊。应该说我不知道这种状况下我回去 O 不 OK， 好像还蛮安全的。对啊，那我去到黄色下来一点点，不用，应该不好看。也是不好看。不要啊。还连手套，冲力太大。我手很痛，就看我直接刮了一下，痛到放屁，太痛。唉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不爽了吗？觉得没力耶，我觉得好可以。他的右边。我觉得没力耶。我觉得应该是我没力了，所以也不大想用力气。我看谁有力气。我耗了比较力气比较多。刚刚的、哦，刚很丑。录的时候的、哦，嗯，没有没有，我在那边惊叹说你的姿势很厉害，那时候好。那个时候就很紧张，所以我真超厉害。你那个时候姿势很好。那我那时候在翘屁股。你没有翘屁股，你以为翘屁股，实际上你因为我没有很后面。因为我很紧张，所以我就尖。好，对，那不是翘的屁股。那不是。那你可以帮我拍一张侧面的照吗？没有嘛，回。等一下也可以马上找到那一格，超好看。那你可以帮我拍一张侧面的照吗？
传给。没有录我这个，是我的兄弟连。高破连着就可以做这件事了。只是 iPhone 只剩下40%的电，因为我昨天没有充它。可以啊。关椅子。棒棒一步摩擦地面，好像就可以比较慢的那种意思，会有这个习惯。听不懂。就用棒棒阻止刹车的感觉。糟糕了，我血迹有点雾掉。嗯。就可能往里面出气。我这个停止要太少。下面都是的。嗯，有人坐回来了。可以往下坐，这种的可以吧？我到白马的上面上去，直接上去跟我们吃个乌龙面、乌龙土豆，然后就下来。这个上面真的蛮恐怖的，白马的吧？现依照我们现在的程度，如果那里雪厚厚的，应该就觉得。没怎样，没怎样。然后我去下面的，我就是被那个馒头饭都打翻过。那里的人造馒头真的是名物。我可以知道今天我的姿势跑掉比较多，而且肌肉也用的比较多。我觉得昨天我很惨，今天滑的比较开心，昨天不好玩，昨天断手问题，血太惨。昨天是几乎都是感觉雪就薄薄一层啊，很薄，很下面是硬的那种感觉。停了，到停的程度，那走慢一点就可以解决了。那个啊，那些人他们到站了，为什么？为了让他们下车。哦，会吗？对啊，要让他们走路离开，离开以后再回复。乱讲，我们坐小车车下车也是。我是说，比如说我们去那个横手山，他就让我们往前跑，也是下得了车啊。因为他左边右边都是大空地啊，但是这边你不觉得就只有进去的那条路吗？对啊。要让他们横着走出去，然后中间会交错，啊、要上车的人就要那里等一下，等他们走掉。四个人啊，还包含小孩，所以要全停，比较安全。确实，大腿的下面。我觉得这里不好玩，我觉得这里很好玩。比昨天好了。好很多。你今天是有怕怕哦，这里也怕怕，然后冰块那边也怕怕，我也怕怕，但是就很低。我就说了嘛，这是一种累积的问题。你因为怕姿势跑掉，然后跑掉的
就要花多点力气，花多点力气，体力又会更少，体力更少的话，就会更舍不得花。干嘛要舍不得花？我们就花那么几天，干嘛舍不得花？舍不得花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今天用完，明天就没了嘛。明天不是明天的体力啊，是人都知道说哦，大概到哪里会很累。那你要是你现在，但是我这种蹲很低，我其实没有酸哎、欸。那就是啊。但昨天真的不行哎、欸，我昨天我知道我那个这一天是好酸好酸，给我昨天站在我的鞋板上都有困难，昨天那个严重到这样。对啊，那种，昨天怎么了啊？我们昨天怎么了、啊？怎么被就是姿势跑掉，简单讲，重要带虎打败了。简单讲就是姿势跑掉，对啊。伊哇伊那哇西喽，伊那哇西喽，我们被他打败了，我们被打败了。我们要做什么状况都可以滑得好呢？但是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在那边之前雪松松的话，我自己就觉得说，哦，我要再练这，再练那。然后现在滑到这种冰冰的时候，如果我说要练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那我可能我就好像在五，我就说好，我再练六，再练七，就一到冰面就是，哦，我之前练的一二，又要再重练一次。就连一二那种渐渐姿势越来越好，又倒退了，对啊，所以也不用你特别讲说那样就好了什么，我也知道，什么那样就好，就只要怎样就好，那还是我教你的哎、欸。对啊，那你为什么自己教我自己不记得呢？因为我想要你太夸张了，我已经解释原因了，我那个时候是很紧张，所以才会失速。唉，我已经得四连击了，太快了，刹不住，就是各种条件合在一起，但是舍不得，就已经要回家了，体力干嘛舍不得？体力舍不得是要留有余力，才不会出意外。当然不能过头啊！对啊，你觉得你真的要笑耗光了吗？也没有啊，我就觉得说好，那哎，这个弯如何？要停下来如何呢？觉得在这个弯停下来太累，好，那就稍微混一下，下一个再停。就这样说，先不要停，不要太累，就已经到下面了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你说什么？是啊。然后，所以我这次滑完就是修道姐姐他们，然后对啊，是我们最很熟悉的部分。对啊。然后就到处吃肉粽，也是吃东西，也是滑雪。滑吃。滑雪还是很好。可以啊，那去他家喝个巧克力。那你是喝巧克力吗？不是，我们上次去吃饭，他们家菜饭普通，那我一定要吃那个汤的那家的。你是说还是要消费一下的意思？这边就是一个一开始就很舒服的那种啊，然后雪可以一直刮一直刮。
来是这边啊，不是？这里感觉也是不错啊。你到有黑黑树叶那一个地方。这里这么远、啊。转向。好。可以看到雪道上都是黑点点。闷死脆的，真的是闷死脆的。你说啥？比较鲜。好。拍大一点。谁摔？红色的男生。嗯。那个。好。啊？你帮我拍反面吗？没有。好。如果能拍大一点的话，那个蚂蚁雪道的就拍得到比较大一点。好。我拍一张景好了。没关系啊，我横着拍就好了。蚂蚁雪道，我刚看到有一个人捡一个板，是因为那个摔倒，是红色的人吗？他又摔倒了。又吗？还是本来就有一个摔倒？我不知道啊。就是这一个红的吧，他的捡板子。这个红的真的很不稳。对，很不稳。搞不清楚，走了。就就这个吗？等一下，你说要走哪边哦？我以为要走 Main Street 的、啊、要走 Main Street 吗？好啊，但是哪边？那就是一直走右边啊。啊？对啊。
几点了？现在是不是三点半？现在三点半。对啊。可是我们已经越过那里了，所以。我就不懂你要干嘛。没有啊，我以为 Main Street 一直滑到最下面。我是说，如果要一直往下滑的话，那我只想滑 Main Street 的意思。那我是停在那一条，到底往哪里？哦，那你补就好，我不要。一定就一样啊！那我就自也不能再更上面了。刚刚还看到有人往上。对啊。哦，这就是蚂蚁路那条是我们没去过的，刚左转那条。是啊，这边直下去就是那个了。哦，还要再坐吗？还是就休息？我是要就下去了，我就，你说还要不要再坐一次哦？对，坐一次可能会是刚好四点才到，我觉得算了，我自己算了啦。对，就是那个尖尖那里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尖尖呢？
大厂的是有一间间的屋子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不停在集合。好，那我。好。一回头刚好你也就直直出来了，对啊，没有看到我，没看到我一回头你就是直直的这样嘟嘟嘟要回来了啊，你都没有看到我，但我已经冲很快下来了，我走一走就停下，我再停下来回头你就已经滑完了啊，没看到我，他雪，我现在你可以看我一片，他雪很多，一边滑一边雪一边吼叫，雪很多，往下滑，雪这样子。但是没有冰块，所以你是一路一路。我是去高雄刷屏的，我去哪刷？我高雄现在都是雪，很少。哎，你们刷屏？那你还有刷子吗？进去暖气吹个五分钟就好了。你也能刷一些。啊，那个关一下。你回去看我的影片，你先不要偷。看不出来啊。